去把酒我们私奔到月球。然后希望我们下一次在合体在见面的时候带的是我们全新的合唱的歌，那不然剪刀石头布输的写剪刀石头布啊，那其他我们是五月天再次的回到鸟巢，却说不出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分心，说不出离开的原因，勉强说出你为我寄出的每一封信都是你我其实也是从小听五月天长大的。你是不是好像比我们早出道？不要说出来，石头不要说出来。其实是我们听陈绮贞长大的。好好讲话。其实我们其实不知道错过多少次，因为我们在滚石，然后你在魔岩当时，然后你就在我们的对面。对，就隔一条小小的巷，出滚石上面的大门的时候，其实心里都想说，我什么时候可以遇到伍佰？喂，我觉得我如果我们看到绮贞老师的话，应该会太紧张。是啦，而且如果天天都这样想的话，可能会像一个痴汉一样在门口等绮贞老师，跟踪的感觉那不行、那不行。然后希望我们下一次在合体再见面的时候，带的是我们全新的合唱的歌，你觉得怎么样？好哦，你写哦，那不然剪刀石头布输的写，剪刀石头布，好，那绮贞老师谢谢。好，一二三，牵着手，自不留，抬起头，去把酒我们私奔到月球，让双脚去腾空。